大家好，现在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，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。受到隔夜美股的影响，今天沪深指数是一个跳空高开。美股这边会不会就此出现嘎空行情？今晚即将公布的美国零售销售数字会是一个关键。回到 A 股这边，今天下午可以看看上证指数能不能守住三千零五十七不破。但严格来说，这个三千零五十七点能不能守住，其实对操作意义不大。 因为除非你是做短打，不然在上证指数摸到三千一百点之前，就是针对中线标的大胆试错的时间。也就是我们需要尽量确保自己手上的持股，在指数来到三千一百点时是一个正确的配置。另一方面，虽然今天早上因为中美两国的一个联合声明，让光伏板块有所异动，但总体上我们仍然维持以人工智能 TMT 方向为主的判断不变。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，谢谢。